本就是超过迪士尼游行的规格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在撒娇，对不对？你看他到现在还在喘，而且他的汗是用滴的。你有没有跌下来过？有。那不会掉下来就吓到，然后就不敢再跳吗？越挫越勇。头这边有破掉。哎呦喂，他头这边真的破掉。哈，我又来了，而且我来得很快哦，隔天我就来了，头发一样。上次的那个什么舞狮好像也没什么人看，所以呢，我决定这次来挑战战鼓。用爵士鼓的方式表现给大家。看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谢谢，我不学了。你确定要我学这个？你教他这个，应该教到明天他都学不会。明年可能还不会。你打一遍，我打一遍。你要说对蛙爬。我们是快乐的。一是右手，二是左手。不要那么大声嘛！我们明天有出门表演，那就邀请你一起来同乐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加油，来！一二三，伸进呼啦！一二三，伸进呼啦！呼啦呼啦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呼啦！我今天六点起床，化了美美的妆。但是我昨天睡不着，哎，我那天练舞龙舞狮的时候啊，真的没流量，哎。连5000都还不到，希望今天这一支播出的时候，大家赶快回头去看舞龙舞狮。然后那天练完，隔天我不是在那边练打鼓吗？可是我们才练那个什么1 2 3 1 2 3 1 2 3 4，那一小段东西怎么可能？哎，今天的场面很大，你刚刚沿路开过来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。今天好像是什么神明什么，还是盖庙十周年还是什么 ？I don't know， 但是。我可以吗？哎，团长，我刚刚沿路过来，这沿路这很大的阵仗，今天到底是什么活动？今天是庙会，迎谁？中坛元帅，然后绕境。帮我批三个问号。今天在我们自己的地盘桃园，就表演我那天打的那个吗？你觉得可以吗？当然是不可能啊。那我今天来干嘛？我会另外安排工作给你。今天很多小鲜肉哦。那天今天的这些，这是你们的人吗？对啊。然后比那天的还帅。我们先换衣服吧。我今天穿这样不行吗？而且我特别穿粉红色，想要搭配那个裤子。庙会至少要端庄一点嘛，对不对？不该露的我们要藏起来。那你赶快去换衣服吧。噔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我觉得我好像比较适合吹那个。该走了，该走了，该走了。我不会跑起来，我们要跟上前面的美女，前面有美女胖子，快点跑，我们要拍巴黎时尚大秀。秘鲁，哪秘鲁？秘鲁已得蹦。好可爱哦。你累了对不对？交给我处理，开始。
样同一张，难。送到哦。哎，你帮我扶一下。哎，他都不会掉下去，好危险哦。他真的很危险哎。他就掉下去了，他们真的很厉害，他们的脚都直接踩在这边，然后在这个旁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，哇，超恐怖的。我生平第一次在十字路口上，在这叫什么大拖板车上面，然后回转，然后你再看右边，这么多车在等着我们。刚才我们今天来体验，我才真心很敬佩他们，太厉害了！每一个人负责的，好哟，我要收音。每一个人负责的东西都有他的专业。上一集的五肉五丝只是在地面上，原来还有进阶版。你看这个，超级高的。我待会呢，因为我不太怕高，我待会想要上来体验一下站上来的感觉是什么样子。这根兔子到我的这边呢，应该150啦，150几啊。你的粉丝在下面。有好多东西哦。他们等一下那个舞龙舞狮啊，他们要跳桩，这个叫做桩，所以呢需要这种重量级的来压桩。好戏要开始了，舞龙舞狮的表演来了来了来了。哎，我也要跟着叫，怎么说话叫？哎。的鬃毛，这个算你们里面很高难度的，对不对？最后一阶了，所以学会这个，它已经是 top 天花板了，对不对？哎哎哎哎哎！我乱叫是不是？好可爱哦，他在唱可爱，他在撒娇，对不对？这一段表演下来应该有个10分钟，超过了吧？哎，胖子嘞？他中暑。你看他到现在还在喘，而且他的汗是用滴的。如果你是我儿子，或是你是我男朋友，我就会舍不得。哎，美女美女，你的同事们跟我说，你跳那个很高的那个什么，跳在那个桩脚上，那个已经算是你们的 top 最极限的最后一级的魔王级了，所以你应该是大前辈了。而且他们都很崇拜你，他们刚刚跟我说。你叫摄影师拍那个，等一下那个超厉害的。他刚刚有一些动作，他是整个头是这样，然后我是这样看着他，他的汗刚刚真的滴到我的头上，你知道吗？他对你比爱心了。对，他也对我比爱心。没有啦，我就认弟弟了啦。刚刚跟我讲说，其实我现在也可以当你弟弟。如果他是我弟的话，我就养他。哎，你有没有跌下来过？有。那不会掉下来就吓到，然后就不敢再跳吗？越挫越勇。我那边有破掉。哎呦喂，他头这边真的破掉。哎、欸，好辛苦哦！那你那个 top 你应该是薪水最高的，对不对？跳这个薪水，跳那个薪水最高。刚刚有一个人在那边擦鞭炮，他说：“干，我今天没有3000块哎。”如果没有拍 YouTuber， 没有当 YouTuber， 我也可能没有机会来体验看看这样的东西。虽然
我好像帮不太上什么忙，但其实我觉得我像我刚刚只是扶着那个庄脚，他也是个帮忙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清楚，就是大家是分工合作，拍这个职人体验或者是什么活动什么，最主要就是想要带给观众，让大家了解，就是说我体验这些不一样的东西，我的感受是什么，然后他们辛苦的那一面是什么，想要带给大家。